活动手脚跟着音乐一起暖身，这是花莲慈济医学中心庆祝周年庆的路跑活动。以健康为目标，带领大家向前跑。啊，很高兴有这个路跑的活动，让我们所有医院的同仁、师兄师姐，还有社区的同仁啊，来一起奔回心灵的故乡，来庆祝这个院庆，非常感恩大家。今年刚成立的慈中长跑队表现亮眼，在青年男子组包办前三名，带队的钟老师功不可没。从网络上或各种资讯来提升自己专业的一个职能，那训练学生借由跑步可以锻炼身体的一个健康。来拍手拍手，掌声鼓励喽！路跑后，大家齐聚一堂，借由颁奖和抽奖活动，让花莲慈济医学中心和社区民众有一个欢喜互动的机会，也希望健康生活的概念可以深植人心。大爱新闻曾善美志工潘贤聪花莲报道。